49或49出现的几率哦。我们减少这个球打很扎实啊，那刚刚林立的这一棒双杀，这就很伤了。嗯，相当有攻击能力的第二棒哦。那在比赛开赛一定会让他自由攻击。哇，这个阿英这两场比赛都有这种膝盖以下的位置，他昨天也是。这球打得很强劲，打穿了。那现在要看阿银这个跑有没有办法跑回来。哦，应该有机会，因为现在才接到球，要做一个回传，这个要回来看看，做一个华磊 safe。哇，小胖的长打带打点。哇，阿银很辛苦，第一局就绕三个垒包了。主要因为这个真的接近车骨边，然后最后是滚到了最墙角，所以让王正堂是多花了一点时间去拿这颗球啊。对，花一点时间哦。那这个球有点深卡味道，投到低的哦。小胖这边打的拉回来，很强劲的这个三垒边线的滚地球。哦，董尊这个也扑了，没办法拦下来。主要也是打得强，然后位置又好。当然，在回传的这一端，并没有办法直接的压进去哦。哇，这棒是一个外野的飞球，追过去好像还蛮远的哦。打在全垒打墙上，差一点点出去。啊，再带了一分打点。那现在要看富邦这边会不会这个时候就要喊个暂停，因为已经是单局被打的第四支安打。嗯，等于说上来面对五名打者哦，被打了四支安打，也是从右往左吹，并没有帮到他的这个方向。其实我刚才在讲的就是说，他那个尾劲控有时候会位移太大。